大陆妹供肥饼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呢？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。供肥饼是大陆福州的一种点心，严格算起来不算是饼类，而是油炸过的小吃。所谓供肥饼，类似韭菜盒子，不同的是它的馅包括高丽菜、胡萝卜、粉丝、香菇、绞肉，还有一粒扎扎实实的荷包蛋。内馅的荷包蛋是供肥饼的一大特色。这粒荷包蛋先煎成半熟，再包进饼皮里，经油煎焖熟，再加上已穿烫过的高丽菜、胡萝卜等馅料，皮酥馅香 Q， 非常可口。店家表示，来买的人看到是大陆人在贩售，就开玩笑的说是供肥在卖饼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叫做供肥饼了。